邀请您和我一道进入澳大利亚的摇篮山圣克莱尔湖国家公园。我们将在连续七天的风雨中由北向南进行穿越。塔斯梅尼亚中西部的荒原连同这个国家公园，在198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。这里一切的景观、地质特征、动植物的多样性，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复制。受极地气候的影响，平均海拔1100米以上就是雪线。从山谷爬升到山巅，体会一日四季的同时，可以看到植被的垂直分布。这段视频拍摄自高地沼泽地区，这里的土地大多为石英岩构成，养分贫瘠，而大量的纽扣草却可以疯狂地生长。半山腰的山地刚松树矮灌木在风雨中绽放，面对凛冽，它们却诉说顽强。欢迎来到 Tasmania 的西部荒原。